恭喜哥哥吗？当然是恭喜，然后就问干什么？你有看过他的小朋友？对，就是很好，我觉得对他来讲，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正是陀宗华再婚一年期，陀宗康见过大嫂侄子，很美满的事。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问题，文化的差异，我觉得比较。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的话，要互相的调整。59岁陀宗华16号爆出低调再婚，继2015年掰了中国老婆陈思，结束13年的婚姻。班长这回的对象是印尼籍女子，哎，没错，第二春依旧是跨国婚姻，而且还有了宝贝儿子哦。太爆了，太爆了！他这一次对他这个私生活事情，他是格外的小心，对，他是比较不希望人家打扰，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跟大家就去。而且是他的私生活，我不可能去。我跟你讲，我哥，你知道吗？也太怪了。那有恭喜哥哥吗？当然是恭喜，然后就问干什么？你有看过他的小朋友？对，就是很好。我觉得对他来讲，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有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我有个记者会，那会不会问？他们一定会问我啊。你觉得我要怎么？他很酷，用自己的方式啊，这一家的，谢谢。所以你的方式就是刚刚，衣裳没了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是他的私生活领域，我觉得我应该不能讲。到时候邀请他们一家人啊。好啊，可以吗？还是可以邀那个好朋友王心田。我们其实有计划，就是挖洞给自己跳。在餐厅里面大概就是这个轮回，所以有计划邀请大家的朋友，其实都蛮多人的，都有和好吃之类的。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有很多次擦边球，真的很期待一下，为了赚钱我们什么都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